气真的很热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晒伤，因为我发现到昨天我涂防晒，我涂了全身，除了我的脚趾，然后现在我脚趾很痛，对，我的脚板啊，它整个红。昨天晒到我的头皮也痛，我的头痛了，痛了，它整个红掉，然后很痛，我动了都很痛，所以我现在要戴帽子。哦，做衣服了，先接这个，哇，真酷，五个。他们很快就寄过来，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泰国品牌，然后好像不到五天他们就到了。我现在要打开。It's so cute。然后配那个的有一，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茶壶，一样颜色的。是，它是紫色的短裤。Oh
你喜欢的 brand。